姐来了、欸。哇、哎、呀！哎，我这个敌方信用英雄，太好了！这是我要的魔龙，这号只有零零。三个。敌军还有五秒上达战场，漂亮准备。哦，谢谢这个诗情伯君。先闯一间店，帮我分享到团战队就是了，谢谢啦！大家喜欢我直播可以按个赞哦。这边傀儡呢？啊，打一下，打特有点难打，特手很长啊。OK， 拉拉拉。干物照，我还吃什么？好像很好吃。Seven 的沙拉 ，Seven 吗？忘了，应该是 Seven 的吧？我从冰箱拿出来的。我冰箱会生食物啊？他应该吃小野吧？哇！哎，好狠哦！保姆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妈妈跑去送走了，绝了绝了，还好吗？我快回去中路好了，上路给你了，拜。啊，要放上塔是不是？好，那放吧放吧。嗯，我觉得上可能是要放嘞，哇，要回轮的。啊！我觉得这场可能会输吧。我的保姆跟妈妈好像有点……哎，杀掉了吗？我尽力了，我尽力了，我尽力了，你可以吗？再打一下，对吧 ？OK 吧？哇！我们的妈妈好像会乱拖啊，绿青蛙妈妈。哎呦，这 fish 34星。亚路也被杀了，玉妈妈想吃龙，她超想吃魔龙。你一直来吃我兵做什么？那你在上路就不是吃我的兵。算了，天拆你的塔。亚路，哎！亚路尔好凶哦。哎，掉了！我要去吃我的兵啦，中路！我要去吃我的兵啦！高高了！一杀！尴尬，这个没有了，来来来 ，Surprise！ 回轮也来了。回轮也来了、欸，哇、哦、呀！哎，零零这个极限操作，我是不是四杀、啊？我一个打四个，对不对 ？Fuck kill！ 你敢吗？你敢来吗？哎呦，哎，这样算一打五吗？这样算一打五吗？神操作！哎，我的妈妈跟我说神操作漂亮。我们要迈向全服最强零零，这一点操作是基本的，好吗？我们这操作是基本中的基本。太秒了、欸！哇，叶娜跟奎伦切我，然后靠，我会不会打字啊？因为他没打字、欸。神操作漂亮，你们应该更早一点投资我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投资啦，就是那个兵的部分。小夫，我要进去了。你把
哎，没进去。有点硬呢、欸，有点硬呢、欸，我就不行了、欸。是下一只，老一个，老一个，先优先推塔。是你没有兵啊？重头哎、欸！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快点！他会再跑吗？欸、真的、欸，不见了！好了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优先推塔。哦哟，死了啦！哎、欸，把奎隆换掉了，上塔也掉了，虚啊！耶娜有够痛的哎、欸！他们凯撒路怎么跟我们的凯撒路差那么多啊？我把这个兵给刷掉。安娜，稳稳的。哎呦！不要闹人！注意凯撒，好能打、啊，还是我要全输出啊？那耶娜出镰刀哎、欸！哎，谢谢奎伦！哎，感谢拉兹，中过一波了吧？罗尔在上路还被耶娜单杀，绝了绝了绝了！来来来来来，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，这也不用了，最痛的那种。兵被清掉了，兵被清掉了，哇！这区，这种吧，这种吧。正义魔龙，正义魔龙，正义魔龙。开呀开呀开呀，你不要怕死啊，我吃啊，我死掉这个锅要算谁的、啊、而且剑又时间都给我吧，给我给我给我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现在打得很痛，打一波吧打一波吧，我罗尔好像不太靠谱啊，还好前面有去中路吃他的兵哦、喔，不然感觉不对劲了。再打一波吧，打一波吧，先开下大了，压死，没招到他，他落单呢、欸。中路塔刚被摸掉了。找到。这边应该有鬼，我觉得有奎伦什么的蹲在这。中间应该是有叶娜，叶娜一队我应该打定他，如果他先露头的话，等他一下，来了，抱歉啊，点点就是这么恶心，晕一个晕一个，哎、欸，可以，来吧来吧来吧，留人留人好不好？留人应该还好吧，戳他一下，戳一下戳一下就好了，开大吧。哎、欸，来个 mega 好不好？好啦，你也要赌了啦！哎、欸，他硬要呢，他不送哎、欸。多好的国际礼仪，好了，你还是得死，再见，再见啦！没有算五杀，罗尔吗？他喜欢我的台 ，thank 这种哦。没事，为了要达到全服最强点零，这些操作应该是应该的。哎。
还是给他们蛋啊，毕竟我们是队友嘛，对不对？黑糖吗？